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流萤第三日流水势头不足最终超某音57小时崩坏星穹铁道三峡青铜城地图曝光三月七舞剑可爱云离椒丘立绘被吐槽崩坏星穹铁道两个活动4140星瓊 Opal 钻石灰模流出。流萤、软梅这两位角色的第三日卡池流水出来了，从趋势上来看势头是能感到明显不足，不少玩家都秉承相信着能创造奇迹，直接超越黄泉卡池超某音时长是玩家都想看到的，但数据已经出炉，流萤没有超黄泉卡池记录的话的话，那就只能盼着后续飞霄卡池创造神话。目前有8万多名玩家是抽流萤的，截止目前为止流萤一共出了有 11.7 万多个，在流萤卡池中歪到最多的五星角色分别为克拉拉和燕青居多，四星角色中出货最多的依旧是雪衣，其次才是加拉赫，加拉赫每满二命的玩家可以在活动任务中的自选四星中兑换一个。流萤的玩法现在被大佬开发的差不多的，想抽流萤的千万别错过了。软梅有4万多名玩家抽取，正好是流萤的一半，出了有 2.9 万多个，可以说软梅现在抽取意愿也非常高，使用软梅的玩家不难发现这个人权卡含金量太高了，抽软梅装武的玩家有4万多人，已经抽到了 3.4 万多个，比例差不多就是 75% 的玩家没歪。流萤卡池最终超某音时长为57小时了，作为星铁中的人气角色，要是错过了这一次卡池，要复刻也要等 3.0 版本中，所谓早抽到早享受，这据说对目前的开拓者而言再合适不过，已经超越了黑天鹅和花火的超某音时长，最终时长希望能创下新高度，这是每一位喜欢流萤的玩家所想看到的，不过日服还在登顶，希望各位开拓者都能让自己的流萤早点毕业，尤其仪器方面目前 2.3 的节奏基本上都在流萤身上，除了卡池流水取得好成绩之外，其实还没超黄泉卡池，被玩家吐槽的点就是新出的模拟宇宙专门为流萤的击破而设计，没有流萤的平民队基本坐牢，其他活动反而被忽略了，而来到 2.4 会比较好玩，新活动有三月七的出花旗舰路日抛抑制流萤计划，开拓有意魔法，特别是三月七的出花旗舰路，届时开拓者将会指导小三月完成剑法学习，相关活动界面也被曝光出来，小三月居然用的是左手剑，右手捏剑诀，抬起左腿十分有意境。既然 2.3 要离开匹诺康尼了，新环境当然就有新地图，在 2.4 当中将会新增魔界地图幽囚域，色调采用昏暗绿色为主，跟之前随缘风格类似，青铜门设计加上三星堆元素实在是诡异，据传是建在古海下面的，应该是蛮有意思的探险，不过胆小勿近。最后为大家送上 2.4 两位新角色云里和娇秋的星魂大图，两个图拼在一起就有意思了，从一魂到六魂设计风格完全一致，一魂背面，二魂左眼特写，三魂吃东西，四魂正面来一张，五魂胸前照，六魂半果，说他们不是同期都没人相信，这点也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除了三魂一个吃大包子一个吃辣椒之外，其他设计直接就是套模，根本没有一点创新，如果玩家没有抽到流萤怎么办，先别着急，差分宇宙全部拿完可获得3000星穹的奖励，另外折纸小鸟对对碰活动已经开启，完成限时挑战可获得1000星穹，140星穹的常驻奖励，总共1140星穹，距离抽到流萤又近了一步，后续还会有位面分裂，记得提前给流萤囤体力刷仪器哦。然后再来说一下 2.4 版本的新增消息，官方已确定云里和娇秋将会进入卡池，复刻位目前已确定的角色为霍霍，另外一位暂时未知，全新势力耀青将会加入到崩铁的阵营中， 2.4 版本又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版本，应该有关 SP 3月7的时机已经出了，不得不说不愧是看板娘，特效方面真的有趣，之前舅舅提到过的奶茶其中还包括豆汁，在选择技能的时候三月七还在猜想选择哪种口味，表现形式很俏皮，星魂和同鞋组一样通过完成任务获得，下一位 SP 角色会是谁已经开始期待了。最后就是有关卫星欧破和钻石消息，近日在网络上面流传出了两个灰色建模，
有网友猜测可能就是卫星角色 Opal 和钻石，两个角色脸颊都非常细尖， Opal 第一眼看上去更像真理医生，不过服饰采用了军装设计，逃离了开窗设计，而钻石会让大家更加期待，设计师是懂玩家需要什么的。钻石有着与翡翠一般的地下身材，设计非常大胆，露肩臂环设计非常新颖，干练的短发 A4 腰都是玩家。